张柏芝一向都好戏，两个仔仔卢卡斯同昆特斯对弟弟照顾简直戏无微不至。今日戏卢卡斯第一日开学，柏芝就戏网上分享相片，并感慨留言：每年这日我都特别紧张，早上四点钟就起身帮他准备一切一切。今天第一日开学，加油啊！我爱你，看到你。又大一岁了，已经不是小学生。相中见到柏芝为卢卡斯预备好校服同返学用品，二人中了一个搞笑合照，网民都画柏芝卡爱西，仔仔一定感受到，中画卢卡斯大个仔啦。